他不是易容的坏人，各位师兄师姐，你们可以出来了。姐姐总是这样，小题大做。你我奉命守在此处，万事。洞游碧落心无碍，静藏身。 谁来帮帮我？小五。圣器，非毒非骨，乃天地之灵也。 中原人有句话，右眼跳灾，我近日右眼跳得厉害，算日子，果然是你这灾星该来了。方教主伶牙俐齿，叶某不是对手。堂堂帝王州盟主，居然这么轻易的就认输？原来是帝王州盟主叶知秋。叶盟主，你生如艳阳，死为尘埃。 又有何憾？咱们云巅可是出好酒的地方。 交出手里的东西，饶你一条小命。哪里的丧家犬在乱吠？
你们这些人，都是我的手下，我叫叛徒，鸡鸣狗盗之辈。 绝命伞交给你这黄毛丫头，给你机会你不珍惜，自寻死路。住手！凤月姐姐，炎阳师兄，我……不用担心，我这就帮你除去肾气。五毒圣女蓝凤月，早就想会会你了。可恶！ 你们从何处进来？有什么企图？让我先灭定。学得很快，多谢凤月姐姐。你的肾气已化解，若要活动筋骨、疏通血脉，不妨试试这五仙灭地。他们杀了赤仙王，拿命来！嘿，正好拿你一条。 你来了，此毒极不稳定，需要婆婆以肾气强行将其稳住，却是我教圣物五毒天华，但内核却是平生未见的诡异奇毒，竟是融合之毒。但婆婆这儿有许多故事，你们谁要听？我百里家族世代升为祭师。小朋友，你忙不忙啊？ 再过几年又要选圣女了，红衣长老就在前面。 你看得见我？先把前面的圣月楼弟子驱赶出去。
何长老的千里传音修得不错呀。继续等那个小子。算什么东西？没想到圣月楼弟子竟深入至此，九黎长老有危险，快去救援。祖上，本教的黑雾刀法。对，因为是自己人的刀，长老才会猝不及防。我没看清，但他们往蚩尤潭那边去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快去救援吧。九黎长老是被自己人的刀法所伤，你说的那个本教弟子说不定正是祸首。他们没抢到青龙绝命伞。小五，你啊，青龙绝命伞终于到手了。青龙会卖命，交出来，饶你一死。我跑不掉，你们也休想夺回他，一起死吧！风月，不要靠近！嘿，百里岩羊，我来了！风月，只能找教主先用内力强行压制了，但以后生如艳阳，死为尘埃，又有何憾？张、力、骨、肾、毒，天以降之，民以聚之，是谓五仙。他的记忆，你们之间过往种种，只有你一个人记得。这一切，你可想好了？他记不记得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平安幸福地活下去。我明白了，江湖之上有雁。